干啥去？出来玩啊？出来玩呢，农活不干。踢，还想进人去？嗯？爸爸呢？爸爸。嗯，爸爸。这搁外面玩了。啊，天哪了？不行，摘帽子，你没戴那小帽，不行，不行，风太大了啊。快点啊，也不热，自己玩去吧，快点啊！啊！爸这来啊？自己要回家了，你回家？不行不行，进屋上奶奶家吃饭了。走，回家吃饭。看奶奶你炒啥了？哎呦，炒点啥好吃的，妈？剁开了。剁了，这还嘎还？要不然的话，你这样不好煎，那不匀乎啊。底子薄，前头厚，是吧？嗯。那挺香。这个鱼，这光要洗了，洗了又有点晒晒它，太咸了。咸鱼嘛，人家卖的就是咸鱼。那太咸了，吃不了啊，太咸。还能炒一顿的呢，没了。看它鲜时候挺多的，一煮一烀没多少。这回吃没了，这个这蓝天擦猪了的。咱得先养个猪啊，养个猪吃点自己家猪肉。这是自然的啊。我吃啊。抓的时候吧，不抓猪想抓，抓猪崽子太贵。今天报多少钱我还想这会儿这么香呢，不是玩去了呢。还搁里看小孩一下子，这可高兴了。我说没听着声动静呢。你奶下来吗？你叫奶下来吗？我看。你这漂亮。哎呀，阿姨不漂亮，干啥呀？买个饭。我还得等菜去呢啊。你看这个漂亮不？看。那可能的，扣着钱条棍儿去撵，非得去撵去。现在就愿意搁外面玩了。吃完饭出去撵鸡去啊。哦一会儿咱再捡鸡蛋去，啊！吃完饭去你还行行行，啊！你又咋回去？这鱼还咸不咸？太疼。泡了，我泡没得吃，是吧？那你这也挺咸的哈。这样还行，这挺咸。这跟烧着不是一个味儿。啊，差多了。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，真好宝宝了！爸爸，你看那小手就快了，你看了，你看那样是吧？拿筷子可会拿了，现在拿是挺像样，就吃不到嘴儿。你现在吃呀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哎呀，你这手真嫩。坐你的桌上吃吧，行吗？不行。不行、啊，哎，给你吃地下，今天行不行啊？嗯，行。那你上地下去吧。还没不够呢。还挺长，这还是我的，拿着勺来吃。你拿走啊？吃吗？这回脏不脏？高不高？这个勺还挂住了呢。自己玩吧，我不在这就能拿吗？你说上哪儿去？这块不就有口吗？这不就有口吗？哈哈哈哈哈！你尝尝嘴。
让你说的，踢你。